看一下珠海这边的秦中区，这里是它的路口啊。这边的秦中区，那就跟东莞的有啥不一样？感觉好多这个足浴，好多这个足浴店，这足浴店好多这条街。这里也有，好多漂亮的，里面好多漂亮的女人。刚才在那个路边上还有人叫了，你看这些，这足浴店还有很多。一般来说，有足浴店的街，就里面有货啊。好多足浴店这条街，你看那里全都是。这里面去看一下，这里面搞得可以，应该好像这条大，这条它的出名，足浴按摩，看一下这里面，这个房子有点旧。这里的秦中区好破旧了，看一下这里的街道，里面是烂房子，外面还挺干净的，出进的人也挺多的。这里的好像跟东莞很不一样啊，这里面的秦中区，那里面都是很旧的房子，外面。外面就应该全都是新建的。好多人这里，在9点多钟了。这路口，那些店面全部关了，路口的店面都关掉了。这里街道很安静。也很干净啊，安静。